Let's go。你这边还是很花最多。哎，这个 W 的也是智障，这个 W 开头也是智障。你说歪头？不是、啊。开心。完了完了，不妙了，一百箱要开完了。哎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给个面子，多给我抽到一点，我就多玩一点 CSGO， 对不对？差一点咬到舌头，干你老师！而且我现在要求不高了，你就给我随便一把垃圾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倒数两箱，究竟有没有可能海底捞月？最后一箱，海底捞月。捞月，跳一个！一，再一点就出了，再一点就出了，再一点就出了。给我一颗红色的就好了，红色的就好。我现在要求不多了，给我一个红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给我一个女皇，给我一把女皇 AK。好，有红的，来一个红的，红的。去你妈的！我直接 ESC。开起来，直接 ESC，ESC。没错，没有刀吗？我有尊重他。柳一击天开。我很尊重他。嗯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好，宝贝，宝贝，你就给我一个，就给我个金色的吧。看一下四级可以卖多少，900块，碎啦！来了来了，红的来了，接下来就是金的了，各位各位各位，我资金快不够了，资金快不够了，拜托别这样子！看这个箱子是不是不会出金色的啊？为什么我上次抽别的箱子随便抽就出了？这个箱子是不是都装大便？给我蓝色的，给我蓝色的，耶、yeah! ！我要蓝色的，对，很好，再来一箱，这一箱也给我蓝的，不要金的，不要金的，我只要蓝的。不用，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，真的，真的没了，这些抽完就没了。这次没抽到，我跟你讲，下一次我不在 CSGO 厨子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最好给我中。不中的话，你以后都赚 CSGO 就赚不到我的钱了啊！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刚刚笑你350箱零金，他妈的，我 ban 你！你给我闭嘴！他妈的，我等一下又要出了，你等着看，好不好？你等着看，两雕，最后实抽，各位要来了，要来了！你们觉得是多少钱的刀呢？我觉得是40000块的。让我赚个20000，蝴蝶刀，海神剑，海底捞月。好啦，先抽到这边了，我们开完了。
好开心呢、哦！大哥倒了，他那个才叫正常。大哥没有输。嘉欣，你刚刚在笑什么？你刚刚在笑什么？他一进来就开始笑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在笑你，我觉得我在跟笑歪头讲话，他在刚才讲。你刚刚在笑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在笑你，不是在笑你，不是不是在笑你，不是在笑你，我们刚才讨论别的事情。我们刚刚讨论别的事情，刚刚外头踩到狗屎，我在笑他。我们今天，你说我踩到狗屎吗？不是，我是外头。没有，我们今天在开一个新闻。对啊，那个新闻是我吗？没有，关于三百箱的故事。三百箱水果啊？对啊，对，今天有人三百，今天有人开货车，然后后面运了三百箱水果，然后全部掉，全部掉到水果里。我们就在笑这个事情，看怎么有人开车开成这样呢？浪费了那些水果，哎，对啊，都可以吃呢，对啊，都可以吃新鲜的，没事啊，大哥没有输了。我怎么觉得 CSGO 不好玩呢、啊？我玩了，我很想玩呢、欸。你抽了多少钱？就三百箱而已啊，三百箱大概两万多、嗯，这才是正常的 CSGO 抽箱哦，真的。咬我，咬我。我要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再停下来。等一下我就想抽了。要要要，走了走了，来出发。不，你地图全开哦，我很多图不会打哎、欸。你干，我全开哦。完蛋，没差啦，我没有一张会打的、啊。现在随便打了，心态没啦。随便打、啊，输赢不重要啦，随便打、啊。我刚才想说九点了去叫你停，结果，哎，拉不住啊！哎、欸，是不是我太晚回家了，没有去把你拉住啊？那你就迟到哈、哦，拉尾盘哦，你就迟到哦。哦，所以是因为你迟到，他小健白花了两万。我吗？你如果提早两个小时，七点我刚好开台就直接我们就开始玩了。感谢怪到我头上是不是？对。我跟小健说，我密他，我说我会晚一点到，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，我要抽箱抽到十点都没问题。干什么？还在搓？人家还在搓我的动作。现在还有，现在46分嘞，还有10分钟，还是你现在跳出去抽一抽？还有270秒，不行了，我一箱都不想再抽了，一箱都不想再抽了。哎、欸，干，我游戏开不起来。太堵了，一箱都不想再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